次你同我講呢句，我真係唔知俾佢發言。我講多次咯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我記得對上一次過嚟錄温哥華應該係2008年，哇都成兩三年前。咁啊，隔咗兩三年啦，我當然喺我自己工作上都有啲好多新嘅嘗試啦。咁啊，其實估唔到今次嚟温哥華係，我記得以往我過嚟都係以一個演員嘅身份，咁今次過嚟真係算係以一個歌手嘅身份。咁我今次算一個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啦。我其實我嘅夢想就係希望可以將我一個演唱會成個 full show 有機會可以喺呢邊呈現曬俾大家。咁今次算一個開始。咁如果今次反應好，咁大家中意嘅話，我相信好快可以將成個 full show 帶過呢邊。跟住下一首送俾你講，如果時間來到。Thank you.